爱画，就我是高冷型的女生。我跟男生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说我自己是可爱的女生。离婚多久啦、啊？好像一年多有了吧。你有没有曾经帮自己贴过标签，例如说 TPH 啊？有啊，就是要因应现在社会的框架，所以我的每个实习都有不一样的标签。嗯，但目前现在可能算是 H 吧，标签 H。你现在还会帮自己贴标签吗？其实不想，是主要是为了让别人比较清楚知道我的性向还是什么才必须贴，不然我自己觉得我就是喜欢男生的女生。幸福快乐的感情状态哦，超棒，超棒，是不是？跟女人结婚前不需要想那么多。你是否有曾经帮自己贴过一些标签呢？有啊，小时候比较明确有贴标签，然后一直到出社会以后，就标签就换了。会觉得贴性向标签跟择偶的关系比较大，它就是一个途径。就是如果你不想解释太多的话，我是觉得既有的标签本来就不太能真的表达我，所以我后来就放弃。对啊，因为对我就觉得不太实用，所以我就没有再用。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兔女郎的频道，我是兔兔郎。来哟，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特别的企划，我们现在介绍来宾，我是 Jay。我是香，看到我们今天阵容，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主题吗？我们今天要做 T 转 P 的主题。他们都曾经是 T， 你们相信吗？那也是帅 T 耶、欸。对啊，我觉得很帅、欸。我觉得废话不更多，现在上一张，我觉得帅 T 代表。3、2、1，帅啊，很帅啊。这是你们什么时候的照片？23左右。23、24。那你们这时候怎么样认为自己的那个角色，就是那个什么性别角色？哦，是 T 啊。对，然后就是其实很明白，就是 T 这样子的、啊。加入交友软体都会写 T。T 好像又有分很多不同的类型哎、欸，就是你们会说自己是哪一种 T 呢？我会说我是奶 T， 我是娘 T 吧。但娘 T 不是我自己讲的，是别人觉得讲，别人说呢，你就讲说哦，好，让你觉得。不知道奶 T 跟娘 T 的差别，你们自己觉得差别在哪？我也不知道，可我真的不知道，我会把你们直接放同一类、欸，可能就差不多吧，就是奶奶娘娘，对，应该算同一类。我要问一下你们以前穿什么内衣裤，就是赛体的四角裤跟运动内衣或束胸。哦，因为我们家比较反对，所以我是运动内衣，那裤子是正常的，就是一般三角裤。对。那你四角裤是宽的还是贴的？宽的。那会里面还会再穿一件内裤。我从高中我遇到他就问过这一次，我说就我就问一模一样，刚那样，然后他们就会说我还要穿一件内裤，我觉得。那你们还有什么流行的就是配备吗？就是要当一个帅 T 或男 T， 随便就是 T， 就是 T 的必备，就会以男生为主，你知道没？就看男生怎样帅，我就怎么穿。那个拍照角度是要哪里啊？对，而且笑都要是这种。你叫什么笑？这叫抿嘴笑，陈冠希的笑吗？那时候好像得这样笑。你现在有办法再做出这种表情吗？对，你也是抿嘴笑吗？可是我不是这个路线啊。你不是这个路线吗？你这个也是抿嘴，你每个都抿嘴。不是，你当我一定要说为什么要拍这个？这个表情真的在当年很经典。你看这个也是，他赚比较少。对啊，但是就是也是会，这个是很经典的表情啊。关键的事情，表情对没有用，这装扮不对，他们这个看起来就不是，就不是啊。万红重妆一点绿 ，T 超级显眼，就是身为 T 是不是有比男生还容易接近女生？女朋友要怎么追？应该不用追吧，就是感觉对了就差不多了。我是会主动追，成功率怎么样？100%，几乎。哎、欸，等一下我们请到两个真的是非常嚣张的人，没有，就是没有搞错，不是，因为我们会搞暧昧啊，就是可能偶尔牵一下手啊，互喂东西吃啊。那我问一个比较针对性的问题，
你们有从就是假设你跟一个男生都喜欢这个女生，然后你抢一个，第一任就是这样。没有事。对，我就每天约他吃宵夜，因为女生她觉得比较安全，放下戒心。对。你觉得身为 T 就是怎样的条件会就是更帮助你女生喜欢吸引女生？我那时候第一任女朋友就是，她就传讯息跟我说我 MC 长到裤子，然后就立刻请假外出，然后跑去他们公司，就是还带了吹风机哦，去帮她洗内裤，洗完之后吹干之后拿给她穿，就是这种贴心是同为生理女可以完全理解的贴心，不是教科书上面学来的那种。对对，因为她完全懂女生，所以她会从女生的那个角度出发，然后因各种状况各种应变，这是教科书。那你们头发留长都是不再做这件事情了吗？还是有啊。我就只是好奇，就是 T 会不会做比较多？会觉得责任更重，现在比较互相。我觉得我是想要做更多，跟以前一样多，但是我太太就是也帮我很多，所以反而平衡。哦，你的意思是说你前任们啊，他们比较回馈的比较少，也不会，但他们回馈的东西会比较在女性化一点点啊，感觉是女生该做的事情，他会比较多。哦，懂了，就是说单身化，假如说搬东西，他一定会立刻冲去搬东西。嗯，但是就会有一些觉得说，哦，这是应该是 T 要做的。那我只有这一任跟我比较互相，之前的没有。就是躺着，没有啦。剪掉，剪掉。我们也是超多男生喜欢的，好吗？请问你们在 T 的时期，是不是有男生追求你们？通常没那么明显，但是会跟你比较亲密。高中下课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还是 T 嘛，他就是会一直黏着你，然后跟你玩啊什么。然后有一次记得打扫的时候，他直接把我抱着旋转。可是他是直男哦，他是直男，但是他很黏我。现在你知道他现在状况吗？他在结婚啊，对象，可是到现在还很好。那你会问他？你会问他说你当初是不是喜欢我？敢不敢问他吗？我没有问，但是他常常会跟他说你要嫁给我。这就是有啊。不可能吧？应该很多男生喜欢你吧？是不是有介绍？我真的没有被追过，什么送花送什么，我通通都没有。就是别人想跟你暧昧，但你暧昧不起来。你们记得他前面讲什么吗？只要他喜欢人，他几乎100%追到。对啊，对啊。對啊，所以就是你没有这个自信，我是真的吗？来哦，转型的第一步，你要跟我分享你们转型的第一步到底是什么？那时候要学化妆，化眼妆。谁教你啊？他先从化妆开始。那时候公司的店长有叫我说，就是撇一下这样。我小时候没有觉得就是可以有两个长头发的人在一起，然后我就觉得，哎，两个人在一起应该是一男一女。那如果我喜欢的人是女生，那我大概要当男的。就我逻辑谬误，我也是完全超诡异。因为以前的社会就是这样，我也是啊。然后我就去剪短头发，但是我在留短头发中间，我会戴假发。就是我并没有讨厌自己女性化的那一面。你剪短头发是为了交女朋友，可是你喜欢长头发的自己，也喜欢很 OK 长头发的自己。你们那时候是怎么样突然觉得要开始留长头发？我是我爸妈说交女朋友可以，可是可不可以拜托我留长，就像女生外表要看。他说如果你很高的话就算了，那你现在那么矮，那边还是当女生好了。你当初在转型的那个化妆转型实行了什么妆没有？因为我本来娘剃头就化妆，好潮，娘剃头就好潮哦！你那时候很不主流的 T 耶、欸，对啊，就是会画眉毛跟，因为我完全没有眉毛，然后会画粉底，然后原本就会画眼线，这样本来就化妆啊，对啊，化妆对他来说有什么问题？我初中的时候有曾经买过一件，偷偷买的，然后手，然后就有穿，我妈就超崩溃，她就拿出来说这是什么？我说打篮球。校队的时候要穿的，就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说束胸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穿，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把我来穿穿看好了，我就真的是找了一个很高大的 T， 比我还要高170公分，然后他束胸就是我觉得应该就比了一下就应该可以，然后结果我说好，那你在外面等我去厕所换，然后在厕所换之后摸超久，还狂敲门说你还好吗？我说等一下，这是还够事的吗？他太难穿了，会把那个胸太大，真的超难穿，然后就穿，他就崩溃，然后穿去之后就。不好，对，我要呼吸一下，吸不到空气，不行，然后开始接下来开始脱，他一直敲门说你还要往身上，不要再
穿那种衣服，然后还给他，我什么话都不想说。他最近很常在家穿一穿衣服，就会说：“啊，我是不是很像长发 T 啊？”对，我觉得我自己很帅。全场男性也女性化一点之后，来揭晓。请问你没有做过什么事情了？又跟上一个阶段。哎、欸，这张很强哎、欸，这张很强哎、欸，衣服变了，而且他那个越来越拍照的姿势也完全不一样、欸。对啊，你由里到外、欸。那时候感情遇到状态的时候，就一堆男生来问。关心你，想要借钱，然后出去啊，会请你吃饭、啊，陪你散心啊。是有试过男生，就是高中二年级长头发的时候有试过，但是就是在牵手就感觉也不太对，然后最后就是亲亲的时候觉得那种嘴巴很大，口水一大堆，就是当下他亲你，他可能很投入，可是我就在想说我等一下要干嘛？可是跟女生我会心跳很快。哦，哎、欸，我觉得讲到重点了。就在清的时候，你就会想说，那个灯关了没啊？好节省时间哦！真的，我一直有什么事情因此我可以做。对，你就可以其实开始放空，你在自动导航跟人家接吻当中，你知道吗？到了这个时候，你们会开始认定自己是什么角色了吗？也会说自己是婆或者 P， 对，就是 P。那你呢？我这个时期已经不太说自己 T 还是 P 了，因为我是在 PPL 的圈子里面找女朋友、欸，我只是刚好交往的。对象是 P， 然后我看头发比较长，所以我好像也不是主流的 PPL， 我也不知道。没有，你还蛮主流的，你还蛮主流的、啊。嗯，你觉得他？你是不是有看到我工作时候？蛮中性的，没有看过啊。对啊，就是我就是拿着相机。对，我看过啊，就是女生啊，可是很帅、欸，我比你还帅、欸。真的吗？那狼很帅的样子是哪时候？我不知道他自己觉得你跟他好。打对帽子的时候，他说我就是做事情很。哦、oh, 对啊，然后做什么事情都轻轻松松，然后超快速，就是弹指就结束。他随便弄个维他命给我啊，我就说天哪，你是天生的药剂师吗？难怪他现在觉得自己很帅，因为这一帮小帮手。原来我才是小帮手，小帮手是。我是去 Wonder 才知道有 PPL。嗯，那你们我也是去 Wonder 才知道。那有新奇吗？或者是有那种觉得我就该出现了？为什么我学这新的时候没有？有这样吗？我就觉得我来到了天堂。我觉得到天堂很希望再贴切。我自从我发表我自己，我自从知道 PPL 这件事情之后，我就把自己活很开。我觉得合理化自己，就终于找到自己就是这个类型的，找到自己的就像你这样，就找看到一群女生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兴奋，我就觉得天哪，这是天堂。然后自己又是就是也是这个样子，也是个选项。哎、欸，你们会觉得就是什么 P 一定要长头发还是什么吗？就是你们现在老婆突然就说我要剪短。但如果他剪完是帅的，我会很 OK。怎么就剪成这样子、啊？还旁边推一下。因为我之前更短的时候，我剪起来是丑。再短都可以，只要它适合。只要它好看，你都 OK。对对对，因为大家很常会试一个，就是现在流行，但其实不适合自己的发型这样子。嗯，我说各位啊，不要太纠结了，好不好？只要对方好看，他可以选择他喜欢的发型。那你们现在喜欢现在自己现在这个样子吗？蛮喜欢。你是不是想再剪的？我今天要到。就很简单，就是因为热啊。就是其实今天请他们来，就是也想让大家知道说，就是会有就是角色在转换啊，然后这个过程啊，他们怎么做啊，然后给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然后对于标签，就是我跟朗其实有讨论我们自己的想法。然后其实我们觉得标签是在一个你不足够以认识你自己，需要透过别人的定位去了解自己的定位或价值的时候，就是标签其实很重要，因为你会贴一个标签，别人就知道说，哦，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其实不需要就是太多解释，找归属感的一个快速的方法。我也曾经帮我自己定过标签，然后我找不到，所以我很慌乱，然后我就不知道自己属于什么，所以我也有这个找标签的过程。曾经要标签是因为我不了解我自己。不知道自己属于这个世界上哪一个定位，所以我想要一个标签去了解自己。后来就会觉得说，哎，其实当别人都认识我的话，我就不需要标签了。其实就是你只要找到你自己，找到你自己的定位，找到你的自己的价值之后，就是可以拿掉这些东西。就是大家觉得我们一直帮他贴标签，好不好？如果大家不确定这个标签对自己好或不好，就看看你有没有因为这个标签被困住。因为我的外形比较娘。怪，然后是女的在外面、然后那时候我就被分手之后，有被一个比较 man 的提说，就是因为你很娘，
所以你才会被分手。然后我就觉得，所以我不应该当娘T嘛。然后后来变成是我好像没有喜欢娘T这个词，后来觉得我被那个娘T困住了。对，那我后来觉得，如果是这个标签导致我不想成为我想成为的人，那我干脆不要，可能会比较方便。嗯嗯，对，我可以选一些其他的词汇来形容我自己。就是如果刚好你们发现你们的这一些标签贴在自己身上没有加成的效果，嗯、对，那干脆撕掉都没有关系。嗯，对啊。如果你在找自己，就贴啊，无所谓啊。如果你没找到，那就不要、啊，不要贴也可以啊。就是这是可以共存的，还要尊重别人哦。不要因为你觉得一定要没有标签，你就觉得别人不可以有标签。我觉得别人他喜欢有标签的时候，也要尊重。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社会应该是对人开放的。包含要尊重。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如果大家记得追踪就是 Jet 跟香啊，然后他们的 IG 都放在下面。嗯，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兔宝叔，拜拜。拜拜拜拜拜。但喜欢的还是可以贴上来。我说你硬要一直说自己是高冷的女生，是不是？嗯、好好，帮你做一个高冷标签。嗯，贴帅气、高冷、美丽又可爱，贴多金可能比较好。有朋友圈，我心动了。